知道是太冷还是好紧张哦，我绑这个没啊，穿十二环，舌头伸出来，嘿嘿，我帮他穿比较里面的位置，因为他外面的话，你会咬到牙齿会断掉，就门牙断掉很好笑，会卡，这样知道吗？懂。所以我可以放正，对，可以夹住啊，你可以这样推。好诶，那我要放正。对啊，你看刚才那，你看，确定可以找到，这可以调啊，这个也可以调角度啊，你看，那五啊。今天不上就是我就一天做的时间很短，可是被塞得满满的。昨天更满，昨天塞到十二点哦。哎，很冷。夹住才可以穿。现在要穿了吗？夹住才会穿。好，我把口水吸一下。还有喝奶吗？你那个我再做一下，这样。对，还有糊掉吗？因为你吸的时候就会这样子。紧张了。来。好。慢慢伸出来，慢慢慢伸出来。夹住穿就不会感觉进去太多。要确定这个像那个线的位置。顺便看一下手环。我抬高一点点。我帮他夹夹子。嗯。我帮他夹子。我帮你装肚脐丸，吃完就好了，不是肚脐丸。帮他下下只手球就好了。啊，要喝喝来了。你拿夹子拿一下，我要手球。你现在先吐一下口水，我再帮你收紧一点。你可以讲话，看看。你去动它没关系，合起来没关系，去动舌环没关系。因为我刚刚用手帮你收紧，可是等一下我帮你手更紧一点。会流血吗？不多了，你看镜子啊。因为我帮你看血管了、啊。来，你看一下。不多啊，因为我帮你看血管，手不会流很多血。卷起来一下。看。正中间吧，嗯，在那个先立起来，前面才舒服。嗯，你要矿泉水吗？心有余悸。你可以讲一下你的感觉是什么？吓得要死，结果就这样子而已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是天气太冷，还是真的会怕，很怕哎、欸。他现在觉得嘴巴里面好像……你讲他去动你的舌环都不影响到，我拿点水给你。好像舌头在淤青的感觉。他舌头会淤青吗？这水给你了。就给啊。恐惧啊！你讲话不会大舌头啊，可以正常讲话没关系啊。不会不会。你看没大舌头。好像还好。为什么别人打会大舌头？那是因为你们找到不会穿的人。原来是这样。那我水等一下就不流了，所以等一下你再看一次，就喝再喝一下。再喝一下，那瓶就是你的了，不要记得带走啊，不然丢在这边太多，我不可能喝掉。咸咸还是甜甜的？没什么味道，有啊，感觉是下面在流血。那可以一点，那没关系，那自己的血没关系。
就是我本来就不怕痛，所以就还好。对，是心情不好吗？没有啊。欸，不要心情不好，知道吗？不会心情不好，就是很开心，所以才想要直接冲来打。我帮他穿一个漂亮的。老板今天穿四个。我今天穿了四个。都没有预约。有吗？没预约，都是临时来的，临时电话来的，就是这种，我骑摩托车的时候就有人打电话给我，然后停下来的时候又有人打电话给我。就是有这种突如其来的。然后刚刚在帮客人穿洞的时候又有人打电话给我，就是你了。对啊。欸，还在发抖。手在发抖。不用啊，没关系，要吃。